咁好啦，我真係認真有研究過嘅，老實講，我真係認真研究過，因為實在太多人問我 SF 點用，隔離嗰句羅王點用。我特登花咗個零兩個鐘煲呢隻嘢，喺日衰同港衰。咁就容許，如果真係有人用到好勁嘅話咧，我用嘅方法又同你完全唔同嘅話咧，我再次一聲唔好意思先。咁我今日打算直接講咗羅王嘅，好唔好？咁啊，大家暴動啦！因為太多人問呢個問題，咁其實咧我都老實講啦，部嘢我識唔識用呢？我諗我而家呢個位又叫識啊，係啦，要講翻咧，我特登咧係改咗呢一個新嘅界面，大家睇唔睇到我右下角咧係有五個士巴拿？為咗今日更加突出士巴拿嘅形象，我特登喺右邊揀咗啲同士巴拿有差唔多樣嘅、差唔多樣嘅 film 咁啊，精蟲。咁好啦。我就同人哋講呢樣嘢咧，咁我煲咗個零兩個鐘啦。之前嗰啲分批我唔計啦。我講一個對呢部嘢機嘅評價先啦。呢部機咧，個紅洛距離咧，比我想象中遠好多好多，原來真係好多好多，多到咧完全唔似一部中近距離嘅格機。睇唔睇到好遠？這個咁嘅紅洛位咧，幾乎同 X 差唔多。這個 X 應該是這裡啦，他這裡哇其實很厲害，所以但是你都問我的話呢，我會說這部是打都是 中近距離的。咁大家要知道一部機就是這部東西呢，我機動力太高。介紹廚機，這部算廚機嗎？這部不算廚機，新手都用不熟的，不會好像Rebound 那樣掉環AC就可以，這部不算廚機那個，這部算。但是你要知道呢，這部東西呢其實我機動是很快，即係 let's say 我向左或者右咧咁樣樣，跟住後格再咁樣樣咧，我就去到人哋個紅洛位噶啦。咁咧基本上這部東西呢部嘢咧，打槍戰嘅話咧，就係喺呢啲位不斷咁壓人哋，不斷咁壓，不斷咁壓，係不斷喺中距離呢個壓，不斷咁喺呢個位揾到人有位入再係咁樣做落嘅。基本上係 loop 緊呢樣嘢，即係最簡單嘅槍戰。即係如果啱啱開始用呢部機嘅話，同埋要在意嘅就係咧，你特價係咧咁樣線落去噶嘛，特殊格但可以咁樣線落去。但係你要在意要記住咧，如果你太快放下差咧，就會就會失敗嘅，就係咁樣變咗咁嘅樣。我再快啲嘅話咧，其實完全冇位移嘅效果嘅。咁個差咧食咗個特價嘅慣性，所以先可以咁樣線落去嘅。佢食咗特價嘅慣性。如果食唔到嘅話，就會變成咁樣。睇唔睇到去唔到好遠。再離譜啲嘢變成咁樣。哇！我係放得太慢啦，先咁嘅樣。如果放得太快嘅話，佢變咗原地落嘅。我唔知點解而家唔得，唔知做乜嘢事。我知啦，可能係 online 版本先要咁。所以如果係放呢架差嘅話咧，大概特價出咗嚟先好放。出咗嚟先好放。如果唔係就會有失敗動作嘅，留意一下啦。要留意一下，咁個差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常差噶啦。老實講都係常差，常差咁樣差住咯。咁 玩高深啲嘅，可以試下咁樣啊，頂啊，仲可以咁樣玩啦。咁當然呢個高階啲嘅，即係一路差一路咁樣上，跟住掉尾刀再落去。咁高階少少啊。咁呢個我睇某人先玩到嚇。咁槍嘅咧，呢啲槍OK 啦，唔算好，唔算快，唔算慢啦，老實講。咁但係，哇個 AB 好快喎、啊！係啊我意思叫 A 槍，唔算快唔算慢啦，普通槍咯。同埋我之前出片都有講過噶啦，呢支針落嚟嗰個位咧，盡量唔好喺呢啲咁嘅距離。一嚟咧嗰支針會唔中嘅，二嚟會俾人夾翻轉頭。呢啲位置會俾人夾翻轉頭，因為你咁樣衝落嚟咧，其實係你冇 step 到嘅。人哋一開格嘅話咧，你就會撞落人哋個格嗰度。所以咧最理想一定係呢啲咁嘅位置落嘅。大概六個機位左右，講過噶啦呢個啊，六個機位左右呢樣嘢我初用羅王都知道噶啦啊，所以咧如果咧發生呢個事，因為對面唔會企定等你噶嘛，即係佢唔係企喺度等你校啱個位先落噶嘛，咁如果你發現自己衝過龍啦，咁就向後翻，向後落翻啊，咁因為咧用特格嘅話咧，前左中後咧都係可以放嘅，
前呢個冇乜用嘅，建唔建議大家用？但係如果你話你自己向環呢，大家衝得太快咧，你就咁樣落翻去。咁樣嘅話，一樣可以做到一個位移肩胛，俾到壓力陣嘅效果。嚇、啊，務求你每一次開嗰陣時咧，都可以喺呢啲咁嘅位落地。嗱、啊，呢下球先其實失敗咗，其實我應該係要線落，因為我太嗰、那個特格完全冇出到嚟，點解？哇，冇出到嚟，我特格咧？幾多次？哇，媽哦，唔好意思，技術失誤。咁嘅樣啦，係咁嘅樣。咁就自己可以試翻落去，咁就試翻落去咁嘅樣，咁啊做冇球做到安全落地，每次都兼俾到壓力人，咁啊呢個係最基本玩法嚟嘅，衝得太近嘅話你會死得好慘，啊衝得太近你會死得好慘，因為你嗰支針咧飛到人哋度咧其實都有啲距離，同埋其實我講支針咧其實咧佢個起手判定咧起手到插中人咧都有一段時間。一秒咯、啊，一秒咯，其實唔難走嘅，一 step 就即刻走得開嘅，所以其實人哋要走嘅機會率咧係好高嘅，嚇、啊。咁但係咧，你只要係咁不停咁樣做呢樣嘢咧，你做十次八次咧，僅有一次會中，嚇、啊。咁有關差嘅，大家大概到呢個位先，大家到呢個位先，嚇、啊。咁然之後就到佢個輻射啦。其實佢嘅輻射咧望落去咧，好似冇分別咁咧，其實唔係嘅。佢輻射有兩款嘅，殺咗佢先，咁啊抵啊！咁咧第一種咧就係 N 輻射，即係乜都方向都唔撳，咁啊可以一槍就打到120嘅，咁啊非常不錯，一槍打到120，肩一肩胛一牽黃落，啊肩胛一牽黃落。咁如果係左右撳嘅話，左右嘅輻射嘅話咧，你就會見到咧佢企定定出嘅，睇唔睇到企定定出？嗱、啊，咁只能夠打到一嚿嘅啫。咁經過研究之下咧，就發現咧，唔撳方向嘅輻射咧，起得好快嘅，好快，係咪都好快嘅？方向嘅輻射咧係慢，但係咧就好瞄啲嘅，即係佢會轉彎嘅嗰粒嘢。如果係 N 開嗰下輻射咧，就不直咁樣飛過嚟。咁 N 呢下輻射咧係攞嚟捉人落地嘅，捉人落地一流，好快，半支粗槌咁樣過去。咁大家要明白幾時用呢下武裝啦。我個人嚟講會覺得用 N 呢下會多好多嘅機率，因為佢一嚟攻高少少，二嚟咧捉落地真係一流，真係一流，真心。咁通常咧都係卡拉交替使用，咁樣壓人哋去咧，落到去之後咧，跟住某個位咧人哋武器落地一嘢 ban 埋佢，槍都唔使開，唔係即係 A 槍唔使開，直接一下 ban 落去咧，咁已經做到效果噶啦，咁已經做到效果啦，即係你嗰下已經有噶啦。咁呢個武裝大概係咁。本身見真狼王都知道今場會死人，聽你講，而家講完一定鬥快兩攞係咩意思？你好啊，做數有錢咯。咁大概就係呢部嘢就大概咁樣。然之後咧就到呢個啦，股身，即係呢個股身。近距離好犀利。因為咧佢咧一開始個判定咧唔係即刻有股身嘅判定咧，係有少少奇怪。如果我冇搞錯嘅話咧，個股身咧開出嚟嗰下咧係未開始落嚟。開咗之後0.3秒先開始落嚟，就好似而家咁嘅樣子，係咪得？佢出嚟嗰下咧係未開始落人，佢出嚟0.3秒先開始前衝下先可以落人，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例如咧，人哋真係隔住你不要不要嗰陣時咧，守緊你師咧，你一起身開呢個咧，就算人哋隔中你都好咧，股身咧有機會鉗中，因為其實佢個 hit box 咧好靚嘅，其實只不過咧佢遠距離咧衝得好慢，堅唔落堅唔追。但是呢如果近距離的話咧，佢突然之間0.3秒先開始轉落剪你咧，其實係護身係好犀利，護身係好犀利。咁當然咧係唔夠 EXBS 嗰只犀利嘅，但係 OK 嘅嚇。但係我之前都已經講過啦，你喺呢啲距離玩嘅話咧，即係你唔係俾人手撕嘅話咧，其實你係冇必要走去鉗佢，你係冇必要鉗佢。你俾人打到好近咧，走唔甩嗰陣先會咁做。Which is 咧其實比較少發生嘅情況嘅羅壞。因為羅王咧唔係太容易俾人壓到，即係例如人哋開 S 角咁樣咧，你咁樣揈兩下揈兩下，跟住就落到佢。題外話啦，有啲人好興咧，又或者日本仔咧好興咧，咪啲落位係咁喺度格格格格格咁樣樣，跟住咁樣落去嘅。咁因為咧佢開一下格嗰時其實唔夠氣咧，咩都有邊係唔夠氣。咁樣咧見你開蝕嚟緊嗰陣時，佢先突然之間線落去咧，咁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很好好嘅欺騙效果。咁
當然亦都有啲人咧係咁樣玩啦，咁樣啦 ，B D 格 B D 格，跟住咁樣衝落去啦，咁都有嘅。咁呢啲可能有少少多啦，用一個新人開始玩嚟講，咁嘅樣，因為佢個 B D 格位移好大，好似而家咁嘅樣，咁亦都係可以做到一個走佬或者超移出嘅效果。同埋而家一開始想灑碎嘅話咧，就可以咁樣揈揈佢，用六 locking 啦，應該話用六 locking， 用六 locking， 咁啊揈下幾下，揈下幾下，揈下幾下，跟住再落去咧，咁都可以做到個好靚嘅位移效果，即係而家咁嘅樣。佢嗰下 B D 隔其實位移好勁，好似而家咁嘅樣。咁唔錯嘅，唔錯嘅咁玩法。好，咁然之後咧所以咧中距離槍戰咧，因為紅，因為狼和紅鹿其實好遠。呢啲咁嘅位置開槍再加特射嘅話咧，其實咧你見到古生其實開四廿槍咧，好犀利，開四廿槍其實好犀利，冇乜緩護機會開四廿槍，係佢先換。同埋你見個緩護補得好煩，所以咧我嘅玩法咧就係壓槍咧壓一兩下啦，壓一兩下唔中嘅話咧，之後就係咁開呢個槍再加特射，槍再加特射，咁 OK 啦，跟住冇曬啦，跟住再開始咁樣壓。到有古身嗰陣時咧，再開槍特射，開槍特射，槍特射，槍特射咁嘅樣。啊，冇嗰陣時再壓，冇嗰陣時我哋再用頭先嗰下用嗰條匕嚟壓。咁啊，大概係咁嘅樣。一般嘅戰法嚟嘅呢個，我嘅一般戰法。你都話 Patrick 本身件狼王都啊係咯，古身個槍唔係 lock 四下，哇 lock 四下嘅話呢部機 S 機嚟㗎啦，唔會 lock 四下嘅，一 step 就冇曬。但係中曬四下先會單嘅，啊中曬四下先單嘅。咁其實因為佢其實開得好快，本身開得好快，聽唔聽到？開得好快。阿斯嚟講開得咁快咧，其實有少少犯規，有少少犯規啦。咁所以部嘢其實都係嗰句啦。中上 van 啦，一開始已經話呢部嘢中上，未去到幫我級嘅中上，中上。咁大概就係咁嘅樣啦，部。咁然之後充錢呢下咧，咁。呢下同 A 下同天龍一樣噶啦，呢下同天龍一樣，都係因為佢掉啲下飛刀嗰陣時咧係掉兩 hit 嘅，第一 hit 就追住人哋掉嘅，第二 hit 咧就好似捉左右咁嘅樣，中啊中唔中就唔中啦呢下。其實我個人覺得反而係用途不大，呢個位其實可以開啊，即係呢啲咁嘅位咧可以開下博下大霧嘅，因為中咗之後都窒好耐喺咪度，窒好耐，咁又可以再咁樣博落去咧，不錯嘅，不錯。但因為我發現了一樣嘢咧，就係咧特格咧，即係呢下咁嘅衝前衝咧，特格再加呢下前格咧，太犀利啦，太犀利啦！即係犀利到直情係唔需要呢下唔需要粉呢下嘢，唔需要粉呢下嘢，近距離根本就唔需要用，唔需要用。所以咧你問我嘅話係真係喺呢啲位嗰度開下仲可以，因為呢下前衝咧。只要你呢下個 hitbox 開咗出嚟咧，我估咧雪斌都未必撞得贏。你睇唔睇到個 hitbox 咧係好前？我當你 hop 個 hitbox 係個狼王本身啦，個 hitbox 係呢個錘啊。你睇下我個人後嗰個錘幾多？雪斌都插唔入我應該。但係咧佢呢下咧其實唔係真係好遠嘅啫。即係意思係佢發生到遠咧，唔係真係吉好遠，唔係真係吉好遠，睇唔睇到？唔係真係吉好遠。所以大概呢啲位嘅話，應該都係掉飛刀會比較好。掉唔中咪走咯，掉中唔中都走啦。呢下攞嚟攞 hit and one 係唔錯嘅 ，hit and one 係唔錯 ，hit and one 唔錯，老實講。咁啊，咁嘅樣啊，用唔同嘅方法嚟吞翻正自己個體調。咁跟住就係攞嚟打差 A， 就係落羅華嘅戰法嚟。然之後有緩護嘅話咧，又或者大家打得遠啊，或者想打槍戰嗰陣時咧，就攞古身。兼開槍，然之後就不斷咁樣喺度 loop 呢樣嘢，不斷咁 loop 呢樣嘢，就係、是、咁。基本上就係咁。然之後佢咩所謂嘅年紀咧，咪有啲咁嘅年紀嘅，真係冇人搞你先慢慢用嘅呢啲咁嘅年紀。真係冇人搞你先咁樣用。咁我都有玩，我都有研究過呢下。呢部機唔係格機嚟嘅，其實你睇唔睇到個紅鹿有幾咁遠啊？犯曬規嘅紅鹿。如果你話呢個係格機嘅話咧，真係咁艾比安嗰啲個紅鹿喺呢啲位嗰啲叫咩啊？所以呢一部係萬能機嚟嘅。當然啦，格機咧，就算喺呢啲咁嘅位咧，係可以打一個突擊嘅。我頭先都講過啦，呢下前衝咧，再加前格係真係犀利到冇朋友嘅。前衝再加呢格真係犀利到冇朋友，真係犀利，真係犀利嘅。
真係犀利，突然間一嘢衝埋嚟咧，走唔切嘅，走唔切嘅。咁啊，大概係咁嘅樣，貝爾。然之後有人問我叉 B 點用咧，我都有研究過今日。因為個叉 B 開緊嗰陣時咧，你見到咧，其實咧佢支針咧係去到人哋嗰個位咧，跟住先落人嘅。睇唔睇到？去到人哋嗰個頭嗰個位先落人。咁你問我有乜用呢？手伸最有用，俾人開緊 F 角嗰陣時候，又走唔甩嗰陣時候開呢下有用，真係有用。俾人隔緊嗰陣時候，人哋以為會冇事咧，點知咧佢個支針一嘢篤落人哋度咧，其實係好犀利嘅，其實好犀利，其實好犀利，啊，其實好犀利。咁但係你話無啦啦喺遠距離咧，呢啲咁嘅位無啦啦開咧，冇用嘅，呢啲位冇用嘅，只不過叫人哋唔好喺你隔，唔好過嚟隔你嘅啫，啊，唔好過嚟隔你。咁如果對面係 F 國嘅話，例如巴力啦，又或者係艾比安，咁呢一招係有用嘅，呢一招係有用的。啊，如果係手格機嘅，攞嚟手格機。你問我嘅話，你夾硬要俾個原因佢用嘅話，就係攞嚟手格機，夾硬嚟。但係你問我其實唔開咧，問題都唔係真係咁大，因為狼王本身嘅落地能力太優秀啦。如果你用咗個叉 B 落唔到地咧，有好有唔好。咁冇話唔啱，冇話啱唔啱嘅。你自己覺得邊樣嘢易上手，你就可以用。總之部嘢咧，最緊要就係個落地個睇調。無論我唔理你用呢個方法，總之就係呢個位落嚟。唔好太近，唔好太遠。最靚係呢啲咁嘅位㗎啦。然之後你咁樣落，咁樣落地都可以嘅。即係靚呢個就唔靚啦。即係你就算咁樣滑架滑架咁樣俾下落地都可以。總之就係呢啲位落地。乜成日放唔切个差咁样落地，咁咪大概部机就系咁玩。然之后睇位啦，睇位嗰阵意思就系狼王入格嘅方法咧，唔系咁样夹硬咁样兜嚟兜去咁样兜落去，唔会咁样夹硬兜嘅。我仲谂紧你讲乜嘢睇位先啊？你个肺，睇位唔系嗰个睇位啊，唔该，睇位置。定先你个肺啊！咁啊，睇位置。睇位置咧就開呢下特格，咁突然間打個快嘅特擊，打幾下之後咧就咁樣落地，用後格落地，用後格落地，就算打唔曬都唔緊要，即係例如咁樣篤一篤，跟住咁樣落地咧，其實好夠噶啦，已經打到220噶啦。睇位置啊，哎呀死機咯，救命！係啊係啊，你哋中意啦，唔理你哋。咁啊，大概係咁嘅樣用。即係其他時間咧，唔用呢招嘅話，其實揀咁樣爆入去咧冇意思的。你當係一個普通還格機嚟咧冇意思的，一定係睇位置。睇位置。哇！又講錯嘢啊！睇位置格嘅，睇位置格，咁啊打一波嘅可以。哇！救命！觉醒技，觉醒技，冇乜实用性啊！个人觉得靓嘅，但系冇乜实用性，因为打得太慢，打得太慢，听唔听到？打得太慢，系位移得劲，但系打得太慢，真系打得太慢。咁你个觉醒嗰阵时候你要做啲乜？嗰阵时候你哋自己揣摩啊。其实我嘅话就 S 角啫，但系我其实个人觉得其实 F 角系劲啲嘅，老实讲 ，F 角系劲啲，但系我对呢部嘢嘅认识仲未够。對部機認識唔夠咧，冒冒然開 F 角咧係好危險。咁好啦，部機就大概係咁。我都係講啦，我用咗真係100鋪內，真係我即係將我自己對呢部嘢嘅意見講出嚟。你哋有冇其他高見咧？有冇高手有高見都可以講下。部嘢我真係有玩過㗎，我俾你哋講。呢度應該玩咗40鋪度，40至50，嗰邊又玩咗40-50鋪，啊66添，加埋差唔多玩咗100鋪。開覺醒出年紀，如果條嘢放咗出嚟會打斷年紀，會啊會啊會啊！就算你俾人打緊嗰陣時咧，你依支針都會救你噶。開陣時嗰陣時，你依支針一樣會救你。你俾人打嗰陣時，你支針都會救你。所以其實除非你用一 hit 打單佢嘅，或者打到佢。浮空嘅格技啦，如果唔系咧，其實你冒冒然咁樣打翻佢轉頭咧，係不利嗰個係你。
未係好明係咪基本唔會用 A 都係用差多，唔係 A 都會用啊 ，A 都會用，你自己望一望，一樣用啊，所有嘢都會用，所有用啊，因為你差其實你只係壓人哋一波啫嘛，你要追佢嘅話，你都要用開槍啊，開一下輻射啊咁樣啊，所以唔會話冇用嘅。成部機唯一比較用唔著嘅武裝就係差 B， 其他嘢全部都好有用，勁嘅。劲嘅，你问我嘅话劲。啊，差后脚可唔可以搏 A 刀功能？得。新手入坑几日，完全唔够人打，系咪由闪避开始练起？你睇翻我个Perfect Strike 嗰条片，我有观众帮我 upload 咗嘅。你睇翻嗰段片，嗰段片有教一般嚟讲最主要系点样飞。你识嗰种飞法先，跟住你先开始慢慢学玩呢只 game 啊嘛。玩狼王中意玩咩体调系嘛？我唔会中招嘅，哈哈！我唔会讲你嗰个位，我唔会讲嗰个位。咁啊，对面嗱睇唔睇到呢一下咧？呢下辐射咧系真系好犀利，好似冲击枪咁样。咁啊，呢啲位置嘅话咧，其实系做咗好多嘢。嗱，睇唔睇到呢下，好犀利啊！哎呀，咁然之后，我怕点解咁快？中，系啊。喂，点解唔中？呢下唔好意思，呢下因为我挂住讲嘢，所以先搞成咁。呢下唔应该中。咁嘅樣，不頂企定定喺度做乜鬼嘢？咁樣打，哎呀，篤唔贏啊！我識篤。哇！呢個位爆先。咁嘅樣，咁啊可以打槍戰都可以打得好好睇睇嘅呢部。同埋咧，佢嘅旋回係非常之出色嘅。啊！佢嘅旋回非常之出色嘅，下先。中，好啦，唔好爆行先。哇！啱啱冇鬼咗支嘢，咁啊，應該都基本上勝負已分啦。咁我就過去試下隔佢咯。依下系咪度？好犀利！因为咁样前冲法咧，再前夹法咧，好多时候冇反应，特别系枪战嗰个位咧，你突然之间咁样陷入去咧，其实呢一种陷法咧系好啱阿 Bobby 用嘅，我唔知点解佢唔谂住练狼王。佢呢下其實好犀利，佢有練過，但係好似唔係太啱佢。啱佢咁鬼犀利呢下黐嘛！係我都係咁諗，但係結果好似真係。狼王同巴力邊部勁？狼王會比較全能啲咯，可以打後邊，巴力喺後邊空氣嚟咯。咁喺度呢啲咁嘅位咧，我打槍戰咧係可以打到一樣嘢出嚟，我唔一定下下都衝過去隔人嘅，唔使咁樣嘅。你咁樣線嚟線去其實已經好犀利㗎啦，你咁樣線嚟線去好犀利。當然啦，我仲未太慣呢部嘢，我線得未算真係好好。老實講嘅，呢個真的。但係你只要記住，你每次都唔好同人哋太近落咧。你差極有個款嘅，即係你用得差極有個款嘅，差極有個樣子。破滅魔劍勁啲。梅叔中意 partner 甩毛定咩？唔理你。睇嚟聽日有一堆龍。破滅魔劍最全。2000龍王好過3000龍王，個人覺得壓力冇咁大。Mr. B 啊，咁簡單。咁係咪有少少掉 frame 啊？因為我啱啱收到通知話，我有少少跌 frame， 想睇梅濕甲無限正義，下次埋身邊部大啲，想學一擊斷嚟係邊套？一陣間講俾你聽好嘛？實戰未必咁容易用得出嚟。嗱，睇唔睇到我隻古身？玩法射死咗佢，玩法射中咗佢。咁啊呢啲咁嘅位無啦啦咪開下嘢咯，即係唔
需要話下下咁樣爆佢，唔需要爆佢，唔需要下下爆佢。特別係你個 friend 好似黐孖筋咁，唔知做咩事，得翻200多血啦已經。哇！落ちろ。行く行く。あ、又冇彈啦。好啊。行く。落ちろ。咁啊 ，OK。靚嘅佢入後噶。咁啊，可以咁樣玩啊。板板板板，哇！自己有嚟嘅。好。咁啊，所以話，哎呀，哇！靚嘅佢啲啊。雖然佢應該會死埋我只，但係你先至揀住。咁啊，開始勝負都基本上二分啦。咁啊，又可以試一試其他嘢。哇！佢唔爆先。嗱，講過啦，你狼王咧唔好亂咁夾。開緊先嗰陣時唔好亂咁夾翻狼王轉頭，因為佢支針咧長時間會對住你個頭嚟吉嘅。啊，一紅碌就會吉噶啦。咁所以其實佢有幸運地捉到一下都冇意思。有專業白色，2000少咗條 MR 邊差佢大唔大？咩叫 MR 邊啊？唔好意思 ，Mr 邊。咁啊，大概係咁樣。然之後我講翻頭先點樣一擊脱離為止最好咧？撞下你先，我唔玩啦，你撞。梅叔呢個星期係咪搞樓下康間杯？首先康間要肯同我講啊，我都話落你哋 IG follow 我啊。嗱，你哋 IG follow 我嘅話，睇下先，我而家300多人。嗱，我夠500嘅話咧，我就叫落，我叫落樓下個康間啊，咁啊跟我段 script 講翻兩段嘢。首先要有500人先，我就唔信會過500。